大家好，我是石宇。路过这个地方，看到了草案方的山，这种山形地貌秀峰林立，非常漂亮。我们看两边的山环情况，这是左边的山，左边的山环护非常好。再看右边的山。这是右边的山，环护也非常紧密。这样一种山形地貌，肯定汇集好穴。我现在站立的这个地方，正在搞开发，可能要新建厂房。土地已经平整出来了。这地的坐向是五山指向，最远的那个金峰是朝山，外面肯定还有云朝，前面宜宾一个金峰非常漂亮。这地是两水交汇，左边是一条大河沟，来水位是坤位，右手边是一个干沟沟，时不时已有水，沟里面出小水，所以有的时候有水，有的时候没有水。这两水在前面右前方的癸丑位交汇之后，由癸丑位流到向方，被山遮挡，看不见。这里的水全是暗拱水。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穴位汇集在哪儿，看后面的山形地貌。这是后面的山形地貌，宜宾一座大山峰，这里还有一个大金峰，因为修公路挖掉了一部分。根据这儿的环境来分析，平常的这方地，这块土地，这块平地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以前应该有一个小山峰才对，也就是说这个小山峰在这儿应该是这方地的穴心，结穴之山。但是因为这方地搞浚蛇，可能把这个小山峰挖平了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所以这个大平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一个穴位才对。除了这个穴位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结穴呢？两边的山肯定是有，不用说，只要往两边的龙脉上去追查，肯定会有穴。但是在后面的这个方位是不是还有穴呢？我们放大镜头，在两个大山峰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，凹槽这里有一个小峰，这个小峰被高速公路占用，但是可以看出高速公路的前边还有一个小峰，这个小峰这里应该要结一个比较好比较大的穴。为什么呢？从它的草案周围山的环护，应该可以肯定后面还有一个好穴。还有就是周围的山都是大山峰，
而唯独凹槽上面的这个山峰是小山峰，众山皆大，小为尊。这是地理山水的一个自然现象，也是规律，也算是找穴的一个规律。所以这个小山峰这里一定汇集一个好穴，甚至是一个大穴，我们到那里去勘察，看会是什么结果。现在是来到了小山峰的下面，这个小山峰近距离观察还非常端正，这里葬了一座坟，但这个穴位应该是在正中间的位置，也就是右边那一根定杆稍微靠左那个位置。我们到那里去具体考证。现在是站在小山下面的穴位处拍视频。通过实地考证，小山顶下面的穴位陈列，而开始的禁足地分析的那个穴位陈列吗？欢迎大家留言探讨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点亮红心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